的天后不是爱情，拍摄时候因为收音等关系会用配音去处理声音这一块，如有不满意请按右上方叉叉眼睛关闭。今天受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邀请，去了解这块海洋的产业。现在我们要去当工程了，前往台北海洋科技大学。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是一所私立的学校，创立1966年，前身是为中国海军海事专科学校，在2017年改名为台北海洋科技大学。当前国内三所以海洋科海洋发展特色的大专院校之一，至今领有许多海事航运人才。目前主要有海洋事业学院。现在我们要走去坐船的地方，它带我们游览淡水河，这就是我们船口。这台就是等一下要带我们由金龙河到淡水河一圈的船只，有许多船只，主要是有来参观这里的金龙河。现在我在船上，船灯开，所以风有点大，头发有点乱。现在我们主要在淡水河，等一下会往金龙河这地方走，再回来淡水河。这船只会让我们有参观整个金龙河的游客来导游。现在我们已经下船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参观科系的所在，这里是机械资源管理，然后这里是轮金工程，主要里面都是讲轮机船的控制。里面设备都非常昂贵，就不多半给大家参考。这间是模拟船开的，然后里面做一些模拟船的动，开船的形式。喜欢我的就请在下面按赞按订阅哦。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，I just wanna love you, just wanna hold you.